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去探一间藏在银座街道里的童话世界，一间神秘的精灵酒吧。据说这里住着很多精灵哦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人们没有得到年份的青春之岛？岛屿的入口总是对人类隐藏，但它可能会一时兴起被你发现。如果你发现一间铁门，推开它，不要害怕，下楼梯，最后你会看到一个美妙的仙女岛，缇娜欢迎你。这里的氛围太棒了，灯光昏暗，太适合约会了。一杯鸡尾酒加上音乐，哇哦，享受这美妙的时光吧。这里有很多种类选择，每一杯鸡尾酒都是一杯艺术品。 Whisky 种类多，也有无酒精的 Motel。 喜欢跟这里的美女调酒师聊天，她在帮我制作一杯马卡龙鸡尾酒。 Tinao 白天是一间咖啡馆，收取入门费500烟，晚上呢，她会化身为酒吧，收取入门费1000烟。当然白天也是有酒卖的哦。这里的服务超贴心，怕小朋友孤单，还会送小朋友棉花糖吃哦。但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哦。你们喜欢这间美妙的精灵酒吧吗？跟我一起来享受这美妙的音乐，一起来喝一杯吧。关注我，带你喝遍全世界的酒吧。